段时间火遍中国体育圈的全红婵又收获了一个新的荣誉，他成功入选福布斯2021年2021年度30 Under 30榜单，并且还是入选的30位运动员当中年纪最小的。同时，全红婵时隔半个多月后终于更新了社交媒体，他感谢了粉丝们的支持，并表示自己会继续努力的。细心的网友也发现婵妹换新手机了，从东京奥运会夺冠后，全红婵就收获了一大波的粉丝。这位14岁的小女孩简直是英雄出少年，只进过国家队10个月的时间就成为了女子10米台上的王者。而在近期举行的全运会比赛中，全红婵又连夺团体个人2枚金牌，她在场下展现出的可爱淳朴的性格更是令她成为现阶段中国体育的人气王。在15日举行的全运会开幕式上，全红婵作为广东省体育代表团的护旗手亮相，她身穿小裙子闪亮登场，也让现场观众陷入了疯狂。央视转播镜头甚至给了她长达14秒的特写，除了后面点火炬的苏炳添、马龙和杨倩等人外，全红婵的特写镜头是最长的，甚至盖过了朱婷。而根据福布斯官网最新的消息，全红婵还入选了年度30 Under 30榜单。这份榜单的入选标准是年龄在30岁以下，在业内崭露头角，或者展现出成为未来行业级社会翘楚的潜在力量。而此番入选的30位运动员中，全部都是奥运冠军，包括张雨霏、王曼玉、石智勇、杨倩、谢思义等名将悉数都在内，孙艺文还作为代表登上了封面。值得一提的是，跳水三小只张佳琪、陈芋汐和全红婵同样入选，其中全红婵是榜单中年纪最小的，14岁的她也是我国在东京奥运会年纪最小的冠军得主。由于全红婵的全运会比赛已经全部结束，因此即将放假的她也终于抽空更新了社交媒体。婵妹写道，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以后我会继续努力的。有细心的网友也发现，全红婵终于换手机了。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全红婵还是拿着价格1000元左右的手机，而在短时间内连夺奥运、全运三金后，影响力日渐提高的婵妹终于换了一台比较高档的手机。全红婵现在已经一跃成为中国体育圈的顶流，不仅奥运冠军、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想跟她合影，连领导看到她都两眼放光，想要跟这位天才少女同框。接下来全红婵终于能回家看父母了，希望她能多陪陪父母，跟家人一起出去玩，特别是去游乐园，毕竟这是她从小到大的梦想。